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两颗而已。哦，好，不是因为你刚说惨的，我有点害怕。我也是。来来，有了有了，农耕时间，而且哇，直接被吃掉，好难过。哇呼！没事，枯工。我也看到一个村庄。我他还送我三个黑曜石，哎，可以干嘛？封他们家。哎、欸，好主意。这是喵花来过的吗？我要背离这个村庄。哎、欸，好像是。搞不好是哦。因为他没有天才梗。对，这应该是喵花来过的。你是在那个有教堂的村庄吗？教堂，我看不出来教堂是长怎样。你看它旁边的那座海，有一个香菇岛。感谢舌头师弟。我在香菇岛吧，我看到你。好，看到。哎、欸，那边甜菜根长了吗？我还没看到。我要去把音效换掉。等关台、欸。蘑菇，你要不要？那还是甜菜根交给你，我去那个沼泽那边看。这甜菜根在哪一块的农田？这边后面。我找找，没关系。对，好，甜菜根交给你，我去。哦，有喂。我去找。可是它只有一个哎，它要六个才有办法那个。真的假的？是啊。甜菜根就是一个超废的东西啊。对啊，又不多，又废，又花时间。对啊，又要做一个碗。我们有需要那一行。有做做啊，搞不好就是差一个。就都做一做嘛，能做就做。猪猪，好多猪猪，就是没有牛牛。对啊，我一只牛都没看到哎、欸。快铁，所以我待会可以弄铁。感谢微微，半年啦，你们先不要订阅，我觉得这声音好吵哦。刷呀！刷呀！刷呀！嗯。我撞到那个叫什么浮萍。荷叶吗？以前撞，对对对，以前撞荷叶还会烂掉。我看到红色大香菇了，红色大香菇，快点啊！对对对，但是问题是，它旁边还有一个村庄，太多，快找命令牌！哇塞，你是哥伦布是不是？想你，真的真的好想你。哦，我在这边找灰色，灰色的香菇应该比较好。就差一个月波浪符，看完那个村庄开回来。我就去砍中间那个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好扯。小麦田，另外一边是什么呢？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太多村庄了。胡萝卜，马铃薯，哎，就是没有甜菜根啊。看村庄，那来听点好听的 W。感谢风又续订。这也太多村庄了吧？哎呦，白痴！哇，狂摔下去。哎，这里有甜菜根呢、啊，这里有一个甜超多甜菜根呢、欸。我记得，对，有一个好像，哇，我有两个铁胸甲了，我可以干嘛？可以可以，我可以做甜菜根汤。我插头就要全套铁装了，哎，全部都不是我自己做的，笑死，全都是村子掠夺来。完蛋了、这个岛虽然有红色香菇但是没有灰色香菇啊，我没有想到竟然是我遇到啊。真的啊，我没有想到是我、啊。随手带一下、啊。这随手以后看到香菇就是要拔。真的看到就打起来。看到就打。哇，这里也没有牛欸，我不太相信沼泽地形没有牛，怎么可能啊，我看到灰香菇。好，可以，你可以做了。我去挖矿了。好，去青金石交给你。嗯，还蛮多的。OK。嗯。不要，干白痴啊！嘿、啊。指南针是铁，是不是？对。对。对。我刚刚又讲的那么无力吗？对，我觉得如果我们待会都这样讲话，一定超前走。嗯，不行，这样讲话会咳到死。会，因为这样轻的话太伤了，我没有办法讲话。然后一堆观众把麦给关掉，耳机也关了。哎呀，天黑哎！哎，我们竟然第一场玩到这么晚啊！哎呀，没有错。
牛哎、欸，到底在哪、啊？牛，牛，你在哪？牛嘞，牛嘞，牛。铁轨。铁轨。地上步还可以干嘛？听到哭工的声音。听见脚。当我听见哭工的声音。好，我决定目标放在找第四个村庄。太远大的梦想。远大的梦想。对，哭工的话也可以打一下，没有带墨囊下去吗？灰燃掉。你，好、哦。我靠！我这什么动物都看到了，就是没有牛。牛吧？啊，对，牛。因为我刚刚以为我又要看到另外一个村庄。哇，不得了啊！我觉得我要找到好朋友地形啦，我要去找好朋友啦。哎、那你去吧。我去啦。什么？这么多对象？哎，三你。哇塞，哎，我们这地形好爽啊，什么都有哎、欸。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不奇怪。虽然这个好朋友地形有点远，我走的好累哦。完蛋了，我快饿死了。不是空空包。好朋友，好朋友在哪里？好朋友也太小一坨了。啊啊啊！哎、欸，等等等等啊！白痴哦、喔，我刚刚应该要打小麦的。饼干吗？对。啊，你就都要打。好，我以后看到我会打了。我做了21个按钮。对啦，十字按钮还是啊木字按钮是吧？不是我以为那个是黑橡木原木，原来是黑橡木木材。哎、欸，我刚刚。我拿了西瓜，可是它没有跳、欸，它有跳吗？嗯，我帮你丢一下。它该不会是假的西瓜吧？有啦有啦。哦，也跳。哇，是狗狗。哎哟，烦你。我只是想要找一下怪在哪里。你很坚持哎、欸。对啊，我怎么都没有找到成熟的巧克力豆啊？怎么都那么幼稚？不是，怎么都没有成熟那么幼稚？你是在指什么？我哇、啊！嗯，巧克力豆要几颗？三颗应该就够了吧？两、嗯、你说饼干吗？饼干要两颗，两个就够了、哦。好，对不起啦。我只是想给他坐船，就对你生气气的。对，找不到空工了。哇，我等下可能会被猫死，天啊！哇，好怕。在哪里？下来，我跟你道歉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好，我跟你道歉。”哪里呀、啊？哎、欸，我真的是千里寻牛寻不到哎、欸，找不到啊，就是找不到牛啊。我连饼干都可以做。以前玩 bingo 这个都做不了的、欸。对啊，饼干就很难那个。可是我真的就是没有带小。我觉得这边好恐怖哦，两三个高的地方我都会有压力耶、欸。为什么？安德啊！吓到我了。嗯。哎呦，我到底是哪？我听到哭哭的声音。哦，不要再射我了，我不能死啊！啊啊！你撑下来啊！你做了饼干，我在努力做那个啊，灰色的料。好钝啊！我白痴。啊，木头不够。啊，我刚好可以做一个。啊，什么？我想快点结束啊！哎、欸，我们真的好难得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！听到你声音了，哦哦，不会是这个吧？哦，就是这个、啊。哦，好饿，我要吃西瓜。等一下，这个，我找到神怪砖了。哇，是神怪砖！对，照理说我们应该要遇到神怪的。啊，可以继续跑了。
天啊，这算天然生怪砖吗？他那个冰狗好像就是刻意弄一堆天然的物资塔啊！走走走走，牛牛是牛，你不是有铁？你有铁吗？有有有，我身上有，已经做好铁桶了。耶耶，我们是就插个牛而已啦，因为我总觉得我们做好多了。哇哇哇！你有旁边太多僵尸了吧？14哎、欸，我们做了14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会痛啊，会痛啊，害羞了，不要不要射我了。等一下了，我吃个金苹果。你不要再生气了啦。那我回村上打个小麦啦。不是，我知道这个地方很暗，可是你们不要一直生，好不好？哇。我敲掉。不是，我没有安德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你没办法弄两格高吗？有。好，我走了。我去打墨鱼啦，各位。觉得好像你们的画面都很有趣。哎、哦，跳不上去。嗯，指南针吗？啊，可是啊，烧、哦、一下铁也行，是不是？哦、oh, 对耶，只能这样。这个东西可以烧吗？哦，这个不对，我按钮。你有很多的按钮哦。我有很多的按钮。哎，为什么我的船一下船它就不见了？哦，出现了。你的船一下船它就不见了。消失的船。啊，待会要怎么走回去村庄啊？耶，指南针！哇，我想做饼干啊！我才要打安德的珍珠，人手！杀！一杀！啊，不行不行，这太远了，不玩了。原来按钮的用处在此，没错。这为什么折屏被炸死？欸，我们刚刚在等你们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冰狗、啊？我们在等你们。我想说，你们做了13个还不冰狗。而且你知道这超扯的，我们什么地形都有，你知道吗？超多有的。然后每一个都是，哎、欸，有这个哎、欸，可恶，我没有拿这个哎、欸，哇，是可可豆哎、欸，可是我刚刚忘记打小麦了。我总共找到三个村庄。哦，超扯，都没有村庄。看来最后一场是谁，大家都知道了、哦。没有，对啊，抽墨鱼蛋。三个村庄，哇塞，一个那个什么神怪砖，三个村庄了，可以贡献在一打五，真的一打。太猛了，太猛了！来吧，我们先全部到黄的，先换一张的。啊！哎呦，哎呦呀，被传回来。啊啊啊！哎、欸，其实我们刚刚这样玩也才半小时不到哎、欸，差不多吧？这不是都该这样吗？没有啊，我因为我刚刚想说奇怪，那场好久哦，哦因为大家都在等啊，我们很认真在做哦，真的、哦、没有啦，我们也是有啦，只是我们都找不到东西而已，对吧、哦？我们找到好多东西，但是都忘了带另外一样东西。哎呦，黄色，好，黄色，还是我们就叫按开始。好，现在有锁了，有锁了，有锁了，注意了，老板，这个锁，来吧，哎呦，哎呦，可以，我们这次从折屏开始抽好了，好，抽 ，first， 抽上面按钮在上面，按钮在上面。你刚刚按了什么东西？你刚刚是点到中间那个是不是？刚刚按了什么？上面，上面，跳一下，跳一下。你从旁边就看到他，你们在钱那里跳一下，去旁边看他。OK， 干嘛藏在边啊？红的，都跟你讲跳看上面的。红的，耶，蓝的，哎，团团，嗨，我刚刚以为你冲下来跟我讲话，哈，冲下来，对啊，什么时候？因为我刚刚我们玩到一半的时候，嗯，哎，因为我的追随音效是。为什么啦？我刚刚直接发说无聊哦，冲下来讲什么要干嘛？那我等一下直接去甩。我们同队，跟上面一样哎，一样哎，一样吗？好吧，重抽，重抽，再重抽。甩呀！
刷牙蓝的，你变蓝的了，换我。哎，我还是蓝的，是这样。哎，我还是红的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同样啊。有什么跟我抢？重新花样啊！啊，一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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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确定吗？搞不好最后两个不一样啊。啊，都抽完了。啊，抽完了。刚刚还是一样，我跟哲明跟雨月哦。可是一样。